我毕业于台南高工，我今年统测考666分，我在育达补习。我要给学弟妹们的一句话就是：要秉持着勤能补拙的信念，并且要有毅力去实现目标。我是苏尚恩，我毕业于台南高工，然后我今年统测考632分，我在育达补习。那我要给学弟妹的一句话是：你们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，好好的向自己的目标迈进。我是高仲伟，我毕业于台南高工，我今年统测考652分，我在育达补习。我想给学弟妹的一句话是：没有所谓的黑马，只有不断进步的千里马。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才能达到你想要的目标。我是陈桂荣，我毕业于台中女中，我今年统测考668分，我在育达补习。我想跟学弟妹说的一句话就是：跟自己比就好了，不要有无谓的挫折感，努力就对了 ，Just do it。我是吴玉生，我毕业于台南高工，今年统测考670分，我在育达补习。我想给学弟妹的一句话就是：统测的道路很长，相信只要用对方法，坚持到底，一定会有好成绩。我是陈敬祥，我毕业于台南高工，今年统测考656分，我在育达补习。我想跟学弟妹讲的一句话就是：被人嘲笑的梦想才有实践的价值。不管你的入学成绩或者是在校成绩如何，都不要去想了，努力的冲吧，加油！国文老这个简正崇老师，超好的老师是蔡焕老师，美玲姐，刘达，陈总，鸟哥，还有黄俊杰，阿祖，简正崇，子凡，最帅的老师是国文简正崇老师，不知道，阿祖，刘美姐，娟娟姐，最美的班导是陈美玲班导。应该没有吧？不知道。美玲姐。